四个人、七个人的时候，对，最后一个还能看到前面的人在走到哪里。可是现在，方便走的时候，你应该看不到了，是吧？完全看不到，对不对？完全没有问题。不整齐，自己知道。也没有说要特别去。我们人少的时候，我们也不整齐。现在最会唱的违禁，没有违禁，就是违禁，就是你的。谢谢。那你讲一下嘛，你现在是负责什么角色？搞笑吗？没有哎，那我负责就是唱。我没有搞笑啊，他没有在做他自己的，属于比较可笑。喂，像我就觉得他今天的发型在对。你不要闹了，我为男演员致敬，李博大哥。左脸，你看看你长得这样子，那个发型是真的偏的。对，我已经有想要演本体了。没有了，不要去。以后我觉得我们会是那个麦架，架在这里，然后能够旋转，对，可以旋转。